阿祖，冰冰，哎，我天哪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严不严重啊？现在我也不知道，说是跟那男人去山上干活，下雪不小心摔下来了。哎，送医院没有？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安然一直在哭。哎呦，我天哪！冰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买好火车票了，我还坐什么火车？坐火车要30多个小时，来，你给我哥，我们走，赶紧跟我去机场。你们是一个很坚强、很勇敢的孩子，你一定要坚强，好不好？爸爸一会儿就到了。爸爸这边要上飞机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这样啊，爸爸要上飞机了。怎么了，阿祖？怎么说？严不严重？刚刚医生说，安然的骨头裂开了。骨头裂开了。安然一直在哭，那我都哄不了。我的妈呀，那一定很疼，很疼，很疼。你也不要着急，阿祖，票我都已经订了。2-3个小时我们就回去了。对了，阿祖，我订了2张票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冰姐，不用的，你看你这边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，还有这么多人要管你，我可以自己回去的。你不要去担心我的事情，这边我都交代好了的。阿祖，其实我内心真的很自责，如果不是我把你带到这边来，说不定安然就不会出这件事了。冰姐，你就不要这么说，真的不关你的事呢。你看你把我带到这里来，真的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我也想在这里学习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一直在给你添麻烦。没有，不麻烦，阿祖，你明不明白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，而且我也放心不下安然，我一定要回去看看他。冰姐，真的不用，我可以自己回去的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这快过年了，我也要回去过年呀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行李什么都没有带，这些很简单的，家里面都有，到时候他们给我打包也可以，给我发过来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小事情。走吧，走，我们找这边走，不然一会儿来不及了。快走。那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来，赶紧吃一点。怎么了？刚刚打电话，男人从到医院到现在一直在哭，怎么了？我知道的，阿祖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也很担心安然。但是你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不吃东西怎么行？一会儿晚上你还要去照顾他呢，你听姐的，多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冰姐，我真的吃不下，你吃吧。冰姐，你一天也没有吃东西了。不是，你得吃啊。冰姐，你吃不下。那我给你提着，一会儿想吃的时候吃，好不好？登机了，走，这边来。